我们必须前往龙眠神殿求援。龙眠神殿，那里是巨龙们的集会之处。这地方超级混乱，芬里，发生了什么事？芬里爵士，对上拉祖尔。住手！立刻停下你的恶行！愚人老兄，这座神殿底下有很特别的东西。芬利，我查出最后的灾祸了，是溺亡。为什么要把他带来这里呢？我敢打赌，他们想让各种可怕的东西复活。来看看你有什么？我多的是宝石。那正好就是我在想的。
会召唤古老的神啊！大海的光芒啊，那是什么东西？我说，伊丽丝，龙眠神殿底下有古神吗？没有了，全部都被解决掉了。但显然不是全部。哎呦，你这东西软软烂烂的。神殿到处都是邪教徒，他们想干嘛？托丽莎，对上破鼠者，遇到麻烦吗？该上坐骑了。你们的时代结束了。五色龙族敌不过唯一真龙。不过是始祖的虚弱影子，不值一提。
面对魔法的奥秘。将降临，把普瓦奇的设定斩到十一。混迹兵马无灵，葛拉克朗安眠的地方在哪里？葛拉克朗？为什么？我得赶快通知龙后。你必须服从，呼唤你回来。一次又一次。快没时间了。是个终极点。只要骨头还在，不理解的法术，葛朗，葛朗，他们想让葛拉克朗复活，他是龙族的老祖宗。是当初五个巨龙军团一起合作才能打败的远古威胁。亚历史卓沙对上哈加萨。住手，恶棍！
面对巨龙军团的愤怒吧。我们找到他了，你没办法阻止我们了。我们不会让葛拉克朗复活，绝对不能发生。五大巨龙军团会合作打败你们。这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快快，很高兴能帮助你们，探险者。我们彼此合作就能更强。寻星者，那个叫做李诺的人，我有关于他的事情要告诉你。对，好的，龙后。事情结束以后，我们再来。这条时间线真有趣。这声音真是美妙。真厉害。你变成我们最强大的力量。这倒是新鲜。的力量，阿古斯尔举。法姆想要复活葛拉克朗，一定要阻止他。我们这边有一大堆邪恶卡牌，任君挑选。我知道你很想要。拆了这座神殿，我们一定要查出葛拉克朗遗骸的所在地。坏蛋们散开，我们一定要发掘龙族的秘密。托哥瓦哥国王，对
上阿斯卡拉。你告诉我怎么做大大大楼。卑劣的邪恶爪牙，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说龙是大蜡烛吗？都会喷火吗？啊，龙跟蜡烛，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们需要龙，我有蜡，你有魔法，快给我！我还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死不对症。要复活龙族来战斗，一定要阻止他们。哈哈，你终于懂了。怎么办呢？不留活口。打他的地方就对了。我保证。龙军团一定得阻止他们。
还真是个烂主意。跑来神殿附近探头探脑，克隆克斯，消灭他们。格拉克朗复活，会让全世界走向末日。啊！一个灾祸准备好了，克隆克斯，该办正事了，赶快找出格拉克朗的遗骸。站住！别动！贤者都会做好准备。拉法姆以为他能控制我的主人，他一定是傻的。别动！别动！已经等待很久。别忘了，我会成为保护你的龙女。我腐化过更强大的怪物，好好见识一下吧。你们不可能夺下龙眠神殿。超载完成，主文被闪到。有人要喝水吗？
想腐化我？呸！你的沼泽魔法不配这个地方。也属于沼泽。风暴狂怒。战胜风暴飞龙吗？火焰弹来了！啊！我诅咒你！我诅咒你！就是你们来的日本日瞄准混乱这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混乱完工了开钱
愿你双脚干爽。完工了。想站在我面前，涨潮的遗骸了，我来把达拉然移动到正确位置。